现在排这个。俄罗斯的报纸说，他们通过看美国宇航局拍摄下来的录像，他们在录像当中找到了有三个 UFO，就三个外星人的飞碟，不明飞行物，同时出现在太阳上。今天排这个来龙去脉和他们想干什么。现在啊，我看那个飞碟啊，那个飞碟很奇怪，它下面有三个喷头，那个喷头啊，你如果看那个人家用过显微镜的话，那显微镜镜头一转，转开就会出现三个镜头，那个叫镜头，望远镜啊，镜头叫，对。那个飞碟啊，在飞行的时候呢，那个三个镜头啊，在后部，也就是在屁股那边，那也就是往太阳方向飞的时候啊，那三个喷头啊是在尾部，然后到了太阳那边以后自动转过来了，三个喷头就在太阳那边了，然后。按钮一样，比如那个按钮比较大啊，要使劲的去按下去，不小心手碰一下子，就会按钮被启动了，不会的。它要是把那很大的一个按钮啊，要这样按下去，啪，从三个喷头里啊，那个气体啊，就飞出去了，就喷到太阳上去了。那个距离啊，太阳还有多少呢？实际啊，喷的时候啊，这个飞碟离太阳还有100公里，没有到太阳上面，实际上还有100公里。但这个喷头一启动以后，它自动就吸到太阳上去了，自动吸到太阳上去了。为什么那个阀门呢，做的那么夸张啊？为什么做的那么夸张？不是轻轻手指头一按。就可以把它释放出来嘛？为什么非要这么大夸张的一个？哦，原来是为了保证它的万无一失，不能发生误操作，不小心碰上了。所以说，你要安这么大一个闸刀啊，绝对不会产生误操作的事情，因为你要出这个动作，拿下来到按下去，整个时候手指都要按在这个闸刀上面才起作用。你如果拉的时候动作放了，你只要一松手啊，它又回去了。你即使拉到那边松手了，还是回去了。你拉到那边还在停留5秒钟，这次失去的时候呢是停留1秒钟。后来想想还是不安全，一定要拉到底，停留5秒钟，然后才启动，哇，喷出去了。那个什么是东西啊？全部是氢气，全部是氢气，是100%的氢气，而且整个飞碟的那个除了人机组之外，其他的夹层里面全部是氢气，这叫千里送鸿毛啊！千里送鸿毛啊！从很远很远的外星球上啊，一个运输大队啊，一般这个事啊，你们都看到三个，你们看到三个。这叫小菜一碟。实际上，我们的那个运输队伍啊，哇，一长串呐，系统操作一长串呐，啪，这边一声啊，它就自动走了。后面的源源不断，你如果仔细看的话，你多看一段时间的话，你会看到像杂技表演一样的，循环表演，在那太阳上看起来循环表演，但不是循环表演。是排个队啊，出来啊，再给太阳啊，再给太阳送氢气，再给太阳送氢气，完全就是不是程度啊，是100%的氢气啊，给太阳送啊，送啊，一直在送啊，实际上离太阳还有100公里，一直在送啊，
一直在送啊，一直在送啊，一直在送啊，一直在送啊。我们的目标啊，是太阳的体积啊，增大一倍。也就是说，未来的太阳是现在的太阳的两大。大概花50年时间，哎呦，时间很紧了，花50年时间把太阳变成现在的两大。两个大，把现在的太阳啊，要变成两个大，所以啊，我们的计划当中啊，这是第一步，同时要挪地球，包括离地球啊，离那个太阳啊比较近的还有2颗星啊，这3颗星都在往后挪。这3颗星都在往后挪，都在往后挪。经过我们的精确的测试，经过我们精确的测试啊，地球啊必须挪到巨石的位置，因为它的表面是水，是水啊，不然呢那个全部淹掉了，不然呢全部淹掉了，不然呢全部淹掉了，不然全部淹掉了。整个地球啊全部会淹掉，淹到这个喜马拉雅山都看不见，会淹到连喜马拉雅山都看不见。所以啊必须往后挪，必须往后挪。为了保证现在的地球上的农业不会受影响，所以啊必须要挪，挪在现在的10颗星和5颗星的中间，靠的后面那颗星更近一点，相当于距离呢也就1/4，在后面1/3在前面，对，也就是在75%的位置上，挪到这个位置上，挪到这个位置上，挪到这个位置上以后呢，地球啊会比现在的稍微冷一点，会被现在更冷一点，那更冷一点以后，人的寿命会更长一点，人的寿命会更长一点，大概198岁不成问题。所以啊，一般的人呢，能够活到198岁啊，是不成问题。现在算一下子啊，你那个如果寿命比较好的话，现在50岁的人的话，能够保证营养。保证吃素，那么50岁的人就可能是那时候差不多100岁，那么你就有可能活到198岁。这是怎么算来的呢？因为人呐、啊，温度越高，他的新陈代谢越快，新陈代谢越快的话，消耗的也越快，所以啊，人的这个寿命短的。你看那些北极那些人呐、啊。你们没有仔细观察过，实际上他们的寿命很长，他们的寿命就是198岁，他们的平均寿命就是198岁。所以啊，我们都算得好好的，算得好好的，我们的规划早就出来了。第一次给地球上把这个方案送到地球上去啊，送到地球上去的时候是1998年。送到1998年的时候，我们在地球上送信息的时候，只有一个人，当时拖动了1/3，当时拖动了1/3，所以啊，当时啊，他就发明了一个东西啊，叫油宫核磁共振传递机，油宫核磁共振传递机，实际上，他在3次梦中，已经解开了，3次在梦中解开了。但是那个社会啊，把他搞得焦头烂额，一会儿这个政府部门查他，一会儿那个政府部门查他，把他的计划全打乱了，把他计划全给打乱了。好，不要紧，从一开始我们已经连接到了，他已经拿到了完整的。现在我们可以告诉你们，他已经完完整整的拿到了这个绘画图，所以啊，
我们昨天在宇宙里面进行了庆祝活动，庆祝地球人终于拿到了这个美好的未来的蓝图。好，这个任务我就告诉你们了，接下来就是你们地球人自己的任务了，我们的事情一定是完了。所以啊，你们那个在太阳表面看到那个三个，我实际上我们原来不是三个，我们是排着队啊，我们排着队啊，在跟那个，在那个在地球啊，啊，在这个太阳啊，加燃料啊，再加燃料啊，所以啊，后面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啊，这个速度啊，所以啊，太阳会越来越快，太阳的那个体积变。越来越快，会变得越来越快，会变得越来越快，这个速度啊，这个速度啊，会变得越来越快，会变得越来越快。然后呢，只要你们放到河里来一猜图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往后。挪那个地球了，那个时候我们发送的指令和接收指令一定会是那个互为通顺的，它可以成为地球上的一个生态环境的领袖。我们为什么给它加一个定义呢？因为啊，你如果从政治上去上的话，有几个邪恶的国家有可能会来暗杀什么之类的。你如果说生态环境的话，说生态环境领袖的话，没有人会眼红，也没有人会羡慕，也没有人来捣乱。所以啊，我们定义为是生态环境的领袖。他接下来的50年时间，他会一直为我们服务，一直为我们服务。现在他做的就这件事情，啊，我们知道地球人呐，那个脑袋啊很僵化，这个脑袋很僵化，所以呢不容易改变。但是我知道他一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，会把这件事情做下来。到了50年以后，你们的任何教科书都必须得重写。为什么？因为地球所处的位置在火星的后面1/4，所以啊，那时候的一切都变了，那时候的那个地球环境啊，比现在要温和的多了，人也不会那么暴躁了，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可以自然淘汰掉一批所谓的恶人，可以自动淘汰掉一批啊。为什么？那个时候我们还可以召集啊阎王啊，还有在百慕大三角上面的、啊、反正管理那个阴间的、啊，也会召集上五大领袖啊，请他们多费一点心，把那些反人类的、很邪恶的，把他们先收走。我们曾经一直所说的，要让地球啊变成一个美好的家园呐、啊，那个美好的家园就从那时候开始的。那个时候开始了以后，会出现一个很奇妙的场景，就是啊。人各自生活各自的，就不存在你请办我，我请办你。为什么？因为物资啊不够的时候，就会你请办我，我请办你。如果物质相当丰富的时候，这个请办的这个意念会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。那时候呢，会成立一个叫地球联盟。地球联盟，这个地球联盟呢，来一个人流之阵，
也就是说，以前的那些国家，反正人留在上面维持秩序。这个秩序哪里来？就是我们会把方案给你们。为什么说这样说呢？因为当你发现太阳变大了，你又发现地球啊真的在慢慢远离了，那个时候人们不得不信了，原来真正是存在的上帝的，而这个上帝就是我们宇宙里面的有无力量，能让人们生活得更好。你看吧，是不是让生活让大家生活得更好？太阳变大了，然后呢，地球呢离太阳远一点，根本可以，地震也少了，海啸也少了，风暴也小了，沙尘暴也小了。而且在这期间呢，我们会免费，是真正的免费啊，把地球上的那些核物质全部清理掉，全部清理掉，全部清理掉，会把地球上的所有的核物质全部清理掉。也就是说，那个时候你跑到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存在那些核辐射，包括医疗系统用的储备的那些，我们也都会把它清理掉。可能有人担心，那么医疗检查怎么办？不用检查，这种检查方法是不一的，到时候我们会把方案拿给你们，那个叫空气中站，会接收到那个图纸，你们按那个键就可以了。而且你们地球人啊，真正放弃了战争，放弃了核武器以后，我们会送飞碟的制造图纸给你们，也就5000年以后地球人也可以住上你们自己的飞碟了。而且你们的飞碟飞出去以后，从更远的星空看过来，也会看到你们今天同样的照片，太阳前面有三个飞碟，这三个飞碟可以来自于地球的。好，这是暗的，记住了。